在还没有进入之前，因为以前的导师我没有来给我们讲的啊，所以我们很高兴他就按照原因他来了。那我们最佩服的是什么呢？要谢谢他，他很勇敢，他很勇敢啊，了不起。因为他隔了两年，这里面一定有很多的废话，但是他接受了，很勇敢。那他很清楚来知道，所以他很勇敢的接受了，这个是我们佩服他的。然后，当然我们的祈祷，我们一定会支持他，会鼓励他的嘛。是，你要这样。来，哦，又有礼物了啦！你先帮我们拿着那个麦克风。来，好。下一位。我们这是第一个。下一位。对呀、啊，你看来了，那红的直接过来，过来，好好，他一样，他一样。这一次不是单独被任命为候选主教之后来的，而是他早就定了。哦，对了，我们这个因为之前早就定了，对。早就定了。新酒装新皮囊。对。我们来喝酒好不好？好。